球迷 MC 刘在熙日前在网络节目《只是借口》中曝光了自己一周的行程，引起网友们讨论。期间节目上他上车太炫，刘演熙表示：“我周一要录制 Running Man， 周二录制新网络节目 Play You 第二季，周三或周五录制完什么好呢？”还有刘 Chris on the Block 也是周三录影，让看到节目的网友们纷纷惊呼：“工作时数好惊人，大神真的好辛苦啊！”此外，还有网友发现刘在熙的主要行程都安排在平日，分析他可能是为了陪家人才会特地在假日排休，直呼呀刘在熙有在乎工作与生活的平衡，真的是顾家的好爸爸呢。